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第三本成龙的家》。不是啦，是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天空一百成龙的家》。再见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，一只名叫小啾啾的白颊山雀正在寻找食物。肚子好饿哦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呢？好冷，好饿哦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向日葵种子哎，太好了！终于找到有吃的东西了。可是吃这个不会饱哎，我还想吃更多更多。好冷，好冷。有了。我要是把这颗种子种下，等到开花之后，就会结出许多种子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去找可以种种子的地方。小啾啾要这种子飞到空中，然而放眼望去，全是一片皑皑白雪。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从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对他说，大雨城里看一看吧，里面也许有可以种你向日葵种子的地方哦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小啾啾听了雪花的话，就一路往上飞，它飞到云层里面，哦，里面那些它看到的是云朵的家。小啾啾一层一层开始探险了。首先它第一层呢是云朵的家，它看到云在做好多东西哦，有些云在倒雪花，有些云在做热气球，有些云在做飞机，有些云在洗澡上坐马桶，有些云在吃棉花糖，有些云在玩，有些云在种蒲公英，有些云在整理花，有些云在照镜子穿衣服，有些云在睡高高。小啾啾对其中一朵云说，我想把这颗种子种下，让它开花，这样我就有更多食物可以吃了，谢谢。那请问我要去哪里才可以找到可以种的地方呢？一样啊，那你就好到一百层楼去哦。祝你好运，拜拜。小啾啾就一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，往上飞。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、八楼、九楼、十楼。到了十楼之后，十一楼是雨滴的家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他看到了雨滴在撑雨伞，在玩水，在玩溜滑梯，在洗衣服，在浇花，在玩滴雨游戏，在玩洗澡，还有睡狗狗。哦，他找到一个雨滴愿意帮他浇水。哦，其他的雨滴在做什么呢？哦，还有蝴蝶在来喝花蜜耶。哇哦，这蝴蝶飞得也挺高的耶。还有雨滴在浇花，好可爱哟。小啾啾对小雨滴说，谢谢你帮我浇水，希望它赶快开出花朵来，谢谢你哟。哦，发芽了耶，太棒了，你的神奇雨滴帮了我很大的忙哦。小啾啾继续往上飞咯，飞到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这十层楼是彩虹的家。彩虹的家里面有彩虹在玩调色盘，彩虹在玩呼啦圈，彩虹在做蛋糕，彩虹在玩颜色，彩虹在玩弹跳，彩虹在唱歌，彩虹在浇花，彩虹在洗澡澡，睡狗狗。哦，其中一个彩虹呢，他帮他照了七彩光束耶。小啾啾高兴地说，飞鸟乐好开心啊，谢谢你彩虹小姐。三十层楼是什么？三十层楼以后是什么呢？哦，原来三十层楼以上到四十层楼的中间是风儿的家。其中一朵旋风他说，哦，来看看我特制的蜂蜡棉花吃哦，咻咻咻咻咻咻，来请吃吧。哎，我快要被吹走了，来，我快要被吹走，不要再吹了，不要再吹了。
然后小啾啾就继续往上，他看到了很多蜂在放羽毛、整理羽毛，还有打陀螺，还有帮忙吹衣服，还有在打网球，还有在玩风铃，还有在玩电风扇。哦，这里有好多蜂在玩，还有哎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吹啊，风车对不对？风车对。答对了，没有，你也有风车是不是？我都不见了，你都不见了。哦，可爱。其中呢，有一朵风，他说：“我来帮你吹，呼呼呼，温暖的风吧，让它赶快长大。”呼，小啾啾高兴，呜呜，谢谢你这神奇的风，长出两片嫩叶了，感谢你，谢谢。继续往上咯，小啾啾从41层楼开始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4、18、19、50，这里是谁的家呢？这里是谁的家？雪花。雪花的家。哦，雪花在做什么呢？哦，在做圣诞树，雪花树耶，还有在爬高高，在玩什么？呵呵，他们还有那个热气球出去玩，还有玩这雪橇、滑雪、照镜子的照镜子、写字的写字。哦，在玩什么？盖房子盖房子，在玩剪纸剪雪花，好漂亮哦！其中一朵雪花说：“我来给它满满的营养，让它快快长大吧。”小啾啾很高兴，他捧着他的向日葵盆栽对小那个雪花说：“谢谢你，神奇的雪花，呜、哦，叶子长更多出来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。”哦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祝你好运哦！小啾啾带着他的长大的小盆栽继续往51层楼走喽，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？也是Ben。冰的家，冰的家，答对了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，都是冰的家。哇哦，这些冰在干什么呢？哦，做方方正正的冰块，还有做冰雕，还有冰在看书写字，有些冰在吃冰棒，有些冰在唱歌跳舞，有些冰在溜冰，有些冰在做叉冰，有些冰在做雪花，有些冰在漱口、刷牙、洗澡。诶，那他应该是洗超级冰的冷水澡吧。小啾啾遇到一个很好心的冰，他跟他说，小啾啾跟他说：“我耳朵冷到发抖了，温度真的很低很低很低，会不会哭掉啊，啾啾啾？”哦吼，没问题，我帮他盖上防寒的罩子吧，哈哈，祝你好运喽！谢谢你哦，神奇的冰死人的冰。接下来要往上咯，61到70会是谁的家呢？是闪电的。是闪电的家。70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是闪电的家。哇哦，有很多颜色的闪电，粉红色、绿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紫色、黄色、粉红、蓝色、浅紫、浅黄、深黄、橘色，哇哦，颜色超多的，缤纷的闪电啊。有一个闪电对小啾啾说：“哈哈，要不要来一份霹雳沙拉呢？”等，我全身都麻掉，等，我没办法吃了，啊，太胃里太小了，我没办法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谢谢。哦，你这是什么？我这个是向日葵啊！你觉得它漂亮吗？它长大了耶！让我来帮他介绍伊福特的店吧！让我来帮他快速的长大。哎，真的没办法，会烧焦的，千万不要不要！拜拜，谢谢你哦，再见。小啾啾飞到70楼以上了，接下来会是谁的家呢？极光。原来是极光的家。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，哇哦，
这一系列好几连续这时间都是极光的家。我们来看看极光在做什么。哦，在跳彩带舞。极光因为有好多颜色，它的彩带舞跳得非常漂亮，还有在弹竖琴，还有在织布。哇哦，好漂亮颜色的布哦。还有在睡狗狗，这看起来像是公主，上面还绑蝴蝶结。还有在做缎带，还有在做蛋糕，还有在做蝴蝶结，还有在看书写字画画的。其中一个闪电呢，他对小啾啾说，可爱的向日葵，快快长大吧。哦哩啦哩蹦，小啾啾说，哦，谢谢你谢谢你极光姐姐，她长高了耶，谢谢，真是太美了，谢谢神奇的极光姐姐，那祝你好运喽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拜拜。小啾啾很开心的跟他们挥挥手，又继续往上飞了。小啾啾越飞越高，来到第81层楼。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。这是谁的家呢？空气。海人。原来是空气的家。空气们在吹泡泡，打气球。还有在坐飞机，在玩吹泡泡、大泡泡、游泳、吹气球。还有开飞机、吹气球，哇哦！这些空气的家喜欢玩气球呢，还有坐飞机呢，他们好开心哦，吹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气球。其中一个空气对小啾啾说，请享用温和暖和的空气。小啾啾好开心哦，因为它的向日葵盆栽越长越大了，又开了好多叶子。小啾啾对空气说，谢谢你们，好厉害哦，叶子纷纷长出来了耶，谢谢神奇的空气精灵。其他的空气也对小啾啾很热情，他说，你朝着叶子吹吧，会产生香香的空气哦。哦，真的耶，谢谢啾啾啾啾啾啾啾，谢谢你们，空气小精灵。小啾啾待完了这一几层楼之后，他非常的开心愉快，继续往上咯。接下来他来到了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层楼了。在这里是谁的家呢？太阳。哦，原来是太阳的家。太阳们在做什么呢？哦，他们在玩黄金摩天轮，还有呢，在玩坐飞机，还有在照镜子吃东西，还有太阳妈妈在做烧饼，在做煎饼，还有太阳在做三温暖，睡狗狗，吃鸡蛋，嗯，还有太阳老师在教小朋友星空宇宙的知识。还有他们在观测地球，哇哦，太阳的家好多读书的小朋友哦，好多喜欢读书认识宇宙的小太阳。其中一个太阳呢，他对，应该是说其中一个小太阳呢，他对小啾啾说，你要不要多晒一点阳光呢？我可以帮你哦。呼，姐姐们，你真是太好了，麻烦你，请把阳光照在我的向日葵上面吧。没问题，你看，我要发射强光闪烁。嗯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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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！哇，真的耶，长出花苞了，你的神奇威力太强大了，谢谢你。哇哦，小啾啾非常高兴，他又一层一层的往上走。哦，他对其中一个小太阳他说，请问谁住在100层楼呢？嗯，是我们的妈妈住在那里哟。谢谢，我知道了，祝你好运。终于小啾啾飞到100层楼了，在这100层楼当中，他玩得很开心，也认识了好多朋友。原来住在100层楼的是太阳妈妈。小啾啾对太阳妈妈说，太阳妈妈你好，我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呢。贪吃鬼小啾啾，我一直都在天上看着你哦，为了来到这里，你真的非常努力，没有放弃。
好，大家一起合力让向日葵开花吧。太阳用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向日葵，住在一百层楼里的所有人也都聚集过来，给向日葵满满的水、空气和养分。于是向日葵很快就长大咯，一直向上伸展，向上伸展，非常高，非常高，最后它绽放出好大好大的花朵，好大好大好大，无限之大的花朵，而且一下子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种子。小啾啾非常开心，他好开心哦，他高兴地对太阳妈妈说，太阳妈妈谢谢你，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小啾啾马上把种子塞满自己的嘴巴，哦，实在太好吃了，啾啾啾啾啾，我要把种子当成礼物带回去送给朋友，请大家来帮我忙好吗，谢谢你们。你再讲一次。小啾啾贪吃鬼。当小啾啾准备要回去的时候啊，天下洒下数也数不尽的种子。小啾啾回到家，和其他白颊山雀们一起享用了种子大餐。在阳光温暖的照耀下，散落在地上的种子也开始发芽了。小啾啾看到这个情景，对天上说，我会照顾好所有的种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空气、阳光、水、闪电，还有彩虹、极光、旋风、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助，我才有这么多东西，也交到这么多朋友，感谢，非常感谢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